Hello，大家好，我是白丁。刚刚做完那个516，现在做这只517啊。盒子两个一模一样，没有差别。所以说这一个品牌的比统一包装我喜欢，但是下次希望也可以有张小贴纸这样子，然后贴一下这个型号，或者贴在，也不用打一个包装，就一个小贴纸贴在某一个地方嘛，那起码看到哪里，或者然后再贴一下那个尖，因为笔尖上面。它跟万宝龙不一样，万宝龙是那个艺术品，它主要是工艺品这样子一个方向。那它有没有那个贴纸，其实它的写感不是没有什么，就是说没有什么值得讲的，因为工艺品嘛，那它不是工具，它是一个工艺品的话，那这些东西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包装反正一如既往的一样。那516跟517的，我现在可以拿来跟你们对比一下，工艺上面大家没有差，但相第一眼看，个人更喜欢517，为什么？就因为这个东西，这个小定，这个喷砂跟这个拉丝真的不是很大。另外，这个517的一体感更强。从外观上面来讲的话，哇哦，但是上面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什么，就一个镜面。那我516、517，我干脆放在一起吧。那对。好，然后再放一下我别的笔吧，还是一样，我的百丽金 M205，我的146，别的我就应该不，别的应该不用放了吧，差不多。然后再这支无印，那笔身来讲517会短一点，但是不太影响你书写，因为516之前有看过那个视频的人都知道说能架得住，都能架在虎口上面，所以影响不是很大。好，那笔的尺寸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再下来呢，就是517的话，首先它这里一体感更强。那你看到这个边，然后就是对517S 的话，那就是应该我这个是可以选的。那516的话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标了。上面也是一个镜面抛光，但是我个人更喜欢把两只结合在一起，比如这个笔夹放到这边，然后有点弧线。还有把它上面这个顶，然后换到这边，因为这边没有那差两支笔的话，还有一个就是抛光，形状的一个差别嘛。像这样子一个笔尾亮面跟这样子一个磨砂面，那我个人会觉得比较协调。那这样子的一支笔，然后再下来了就是516，可以先放一边了，应该差不多了。对比完的话，笔尖等会再说。然后再下来这一支笔，反正笔尖来讲，太硬了，不拔，真的太硬了，你看拔不起来。那如果插在口袋或插笔记本没问题，插口袋有点累啊，但是握起来这个形状我觉得更合理一点。质感的话，我觉得要么就要很粗，要么就是很细，中间的总感觉怪怪的，因为可能是我个人用笔习惯了，当然每个人喜欢也不一样。然后这里有个小标，但这个小标有点像写乐的那种，就是你看整个边它是连边这里都是往内凹进去了，它不像那种好笔的那种雕花，就是说非常平整嘛。那由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成本问题了，应该，对，没什么可以去考究。然后笔的话是悬的嘛，啊，光是悬，差点就拔了。那差别另外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是悬的，516是拔的。然后整根笔，哇，这个笔握就好看很多。你看这个一个斜纹，那看起来还大一点，虽然说纹路方向不对，但是这样子看起来的笔一体感更强一点，但是这一种也是属于说我比较不喜欢的那种，怎么讲，一种笔尖的一个结构吧，因为我不太喜欢说这里，因为这样子，因为笔握的一个外形嘛，然后导致笔握非常小，那这种笔的一个结构，因为这样抛，那因为通常都想套用一个总成嘛，或者是为了一个外观的原因嘛，然后就故意把笔握做得很细，我个人喜欢笔握大一点、粗一点的，所以说。像我平常用的笔握都是比较大，那这种的话，很多的手工笔，那基本上都这样个结构。然后笔，特别是木质手工笔，这里撤销完，然后这个总成它统一固定，然后就这样子装配。就是有时候感觉这种结构它是比较没有诚意，但是这个也能接受，只是说个人不太喜欢。517的一个笔尖相对来讲比516的笔尖要有诚意的多了。那这支笔价格我真的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忘了，也不是不知道，可能要到时候我链接贴在下面，可能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笔尖也是一样，应该是一个 EF 键的，对对对。好，然后先下来那个看一下笔尖吧，跟517进行对比吧。因为这位观众是说啊，想看一下这两只，那就这两只笔尖来对比就好了。
比肩来讲517相对来讲要大一号，也是属于正常的小肩啊，这个肩看起来会比较好一点。比蛇的话也是一样，我觉得可以拿无印的那只来对比一下，反正价格应该差不多一个。然后比蛇的话，但是它比起对，那比起我常用的这只百利基那个比肩的话，相对来讲还小一点，但它这个更接近斯奈，就无印本身那个斯奈的那个形状，因为我换了这个以后比肩会长那么一点点。好，比蛇的话就是也是很正常的一个，也没什么好讲吧，比蛇我觉得也就很正常的一个比蛇呗，也它这个主要是根据那个模具收缩率有问题，因为塑料你模具出完以后会收缩，那有时候出墨好不好基本上就看那个收缩率是多少，通常是 10% 到 25%， 那收缩的不好的时候，那就导致比如说出墨不顺啊，或者出墨太多。那其实比肩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比蛇，但比蛇这个是属于生产上面的问题，很少消费者会比较理解。那现在看这个比握的时候，516比握其实我不太喜欢，那现在能看到这个差别了吧。你看一下，你看这个斜纹，这个对517会好很多，就是从外观上面来讲，只是这个结构个人不是很喜欢。因为你看一下很多的，即使是拉米的话，哎不好意思，习惯刚刚那只，你看它都会这样子把这个笔给这样子弯下去，这样子，那不会去这样子故意压缩那个笔握。所以说有时候像这种一体性的笔它是好看，但是个人不是很喜欢，因为它真的不是以实用为主，就真的为好看。我觉得钢笔嘛，这个是一个工具，它不是一个装饰品或者工艺品，工艺品也不会这么做，说实话。对，好，那再下来的话我们先试写一下吧，因为笔尖上面大概就是一个 EF 尖，但是看起来这个本力挺大的，因为我通常日用不会用 EF 尖了，但是你看这个 EF 尖，那万宝龙的一看是不是细很多，同样都是 EF 尖。打磨方式我也不是很懂，反正就是对，那看一下差别有多少呗。好，一样的拿一个墨还是一样，我的4001呗，基本上就这样子。然后白了，我只是换了这个什么，就是墨水瓶，因为这个薄薄的，然后比如说我这里书，我这里还有别的东西就放着，我这个就可以这样子往中间一塞啊，非常刚刚好，所以我不太喜欢圆形的站体机。哦，上墨 OK， 上了一点，可以了，那就差不多这样子，然后我们把这个给盖一下。我感觉没我那个什么，就做视频试笔的，或者我没做视频前嘛，耗墨水最多的就是这一下，然后这个墨水再灌回去那个墨水瓶里面嘛，再拿去洗。我觉得我这个消耗的墨水量是比我书写墨水量大，因为我通常我这样子一灌的话大概是用半年左右，半年就差不多，我感觉有很大损耗在这一块上面。好，那笔握上面来讲，虽然说它这个比较长，但是这个长度我觉得是很合适的，先拿起来。那本身因为它是抛的一个形状，所以说比我架在虎口上面来讲相对要长一点，因为越来越细嘛，那这个粗点会好点，因为影响到你这个笔的一个角度啊。另外这个笔握长度够了，笔握的粗度不够，对，唯独要点的就这个地方。另外就是你这支笔的外观精致度到这里了，我就可能是为了区分吧，但是少了这个以及笔夹这两个有点不是很满意。对，好，那还是一样，那517的 EF 在上面，那我就干脆在这里写，然后开一下加速。好，书写完以后写感上面来讲有点接近富丽文的那种非常平衡的非常好的一个写感了，比起516好太多了。稍微有点阻尼感，但是写下去比也是很滑，就是写也不能说很滑吧，就是也没到很滑，但是又还没到阻尼感，就是富丽文的那种平衡感非常好的一个写感。笔尖上面来讲的话，本身的雕花也是非常的漂亮，我觉得就是这支外观和书写感受都比516要好。另外一个就出墨量也是非常稳定，我感觉随便一写就是就
出风的容易度也是比较高的，可能有时候真的是，我觉得这可能是真的跟笔尖有一个影响。对，另外的话，反正爬格子那种没什么大问题，书写的一个就比我比较小以外，其他的整体感觉非常舒适，没什么大的问题。如果喜欢重的配重比较，就相对来讲比较重的笔的话，这一支可以值得去考虑。而且本身细笔有一个好处，好控笔，粗的。也可以控，只是说感觉没有细的那么容易上手。但是你通常用两三个星期习惯了，那这些都不是问题了。但是上手来讲，这支笔算是比较好上手的，而且它有点像日本的那个手工笔，反正就是日本手工笔基本上都很强调这个，就是这边粗这边粗，中间细嘛，那这些都有。那这个的中间这个凹嘛，这个圆圈嘛，就是凹这六七个的一个凹纹的话。增加摩擦力，但是其实美观性更多了。其实这个作用不是很明显，因为对，基本上美观来看，还有一个我刚刚不好意思我忘记了，就是刚刚在写的时候想到了，就是这个笔尖是可以旋转出来的。那我就先那个书写就暂时到这边，然后等一下，然后就把笔洗一下，然后拆给你们看。那笔尖大概就到这里。好，洗完了，那回来了，整支笔现在还是有点水在里面，但不太影响那个我们拆尖。那我是一样把这个吸墨烯先给拔出来，那拔出来以后就也是一样同一个品牌嘛，它的上应该不会有两三种上墨烯。那这个好，那也是这样子一块那个橡胶片，然后把它拆一下看一下。啊，对，这个就可以了。你看517的话，那就是可以这样子直接一旋就可以出来了。那这一点相对来讲会，如果有换肩的需求的话的朋友，那这个是非常给力。而且刚刚一拆的时候啊，非常好像。你看我轻轻这么一下就可以了。那像个人更推荐买那个 S 的版本了，因为如果你想换肩的话，或者可以买几支的，那就有些人是一支笔好几种尖嘛，那我觉得这个还是挺不错的。但是516就真的不是很建议，517，然后再加上这个，哇，非常的给力，刚好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对比。反正就是整支笔来讲，就是怎么讲呢？除了笔握的部分，我其他的都挺满意的，这个真的是实话。那第一次刃，哎呀，你看这个地方注意，你看这么一扭，对，那旋的不是很紧。那其实百利金那个也不会很紧了，反正还也 OK，不会有很大影响。那反正就是现在一把啊，也 OK 了。好，那总体来讲的话，第一次认识到这个品牌，非常感谢这位观众。那找到一支挺不错的笔，那非常感谢你的推荐。那哎呀，这支笔总是很习惯是擦吧。好，那今天的话就这支笔就到这里了，有什么漏了麻烦帮我补充一下，那就到这里啊，拜拜。